真的去了解了解整个事情，除了知道是心脏病以外吧。所以我也不想透露太多，反正我们想的完全不同时间过后在什么。但是是只能够知道他是心脏病，对对，还是开的 MS 的。嗯，然后过程大概是有大概听说大概是会是怎么样的。真的是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是还没有去问，因为我还需要一点时间。最重要现在是把那整个那个搞好给他这样子。对。